说一遍，让开，激怒我的后果你担不起。曹彦兵，我这是在救你。我让你让开。老鬼，没想到忍来忍去还是让你给做了空子。是啊，小子，连我都没想到我们竟然这么快又见面了。也是，谁遇到这种情况要是还能心平气和，岂不成了圣人？做圣人有什么意思？承认吧，你早就该听我的。曹彦兵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和我的魔星。什么？他就在这儿。我之前那几次突然性情大变，其实是拜他所赐。所以我让你不要激怒我，这不是警告，是忠告。我才是在救你。石灵明，这是你逼我的。许褚，你们都别打，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主公有何吩咐？北路，朋友之间有误会，还是谈谈的好。石灵明，他被魔形控制，已经不是曹彦兵了。被你看出来了，曹彦兵那个大傻子只会阻拦我，不让我炸了临风街，实在是优柔寡断，不成气候啊。陈连明，听到了吧？还不动手。将军，俺虽不情愿，绝不会手下留情。各为其主，得罪了。